每日睇到好多新闻都令人感叹，点解人同人之间充满尔虞我诈？想世界和平系咪真系咁难？我细个曾经听过一句说话，古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想世界和平呢个就系最好嘅方法。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家庭，所以一个家庭的和平对于整个社会能不能够稳定繁荣是很关键的事情。 Love your family, love your city, love your country, love the world。 如果一个家庭可以融合相处，里面有尊重有包容，又会互相成全，这样就是第一步开始世界和平的实践。 Check it out！ 如果每一个家庭